家庭。他好可爱呀，长得像小精灵。大家好，孟爷爷好，我是你们的硬汉乔一娜，你们也可以叫我二娜。硕士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，现在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咨询公司。我的爱好也很硬核，数码和汽车。我们俩喜欢杠铃。我的理想型更像是一辆 SUV， 既实用大气，又可以兼顾家庭。我未来的理想生活就五个字：香车配猛男。很好，哎，妈妈说两句。孟老师，今天见到你，我老激动了，现在就想说一个词儿。你说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孟老师，我今天看着你也非常激动，我有三个词儿哟。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！哎，你们可太可爱了。孟老师，我们哎呀妈呀组合能不能拥抱一下您呢？是一块来吗？大家好，我和马姐呢是葫芦岛黄金姐妹，姐妹花，姐妹花，辽宁体育团的这是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，就是想帮孩子找一个男朋友，能有王凯那样帅气俊朗的外形，成熟稳重的性格。如果你真的哪哪都像王凯的话，阿姨就让乔乔直接为你爆灯了。你特喜欢王凯是吧？特喜欢。但孟老师，我更喜欢您。你俩真棒啊！好，欢迎你们。本嘉宾由花童交友 APP 推荐，有请四号嘉宾。好假啊，这个衣服，女团风。Hello， 孟爷爷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叶婷。是一名来自古城西安的西安女娃，我的闺蜜呢都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，叫做恋爱小地雷，因为我的脾气比较暴，所以跟我谈恋爱很危险哦。我身高170，体重只有48公斤，有点瘦。把肚子上的肉扔给他，扔给他。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呢，可以能有点肌肉，如果能再大我几岁的话，我就更有安全感啦。我弟有戏。闺蜜，我们刘叶婷她的小暴脾气可是响彻我们长安城的，人送外号刘怼怼。我叫范憨憨，我叫贺二儿。所以我的辅助指南就是先看脸皮厚不厚，不行就拿体重凑。好的，欢迎你们。本嘉宾由花丛交友 APP 推荐，有请六号嘉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孟爷爷好，我叫宁若楠，来自美丽的十三朝古都河南洛阳，找男朋友，我希望他呢最好是双眼皮，我对双眼皮的男生比较有好感，而且这双眼皮天然的、非天然的我都能接受，所以我要找的那个人是你吗？来，妈妈说两句。哎呦，哇，开始表演了。轻轻揽我把我亲，我带着花儿和你来到了南京。今天我要带回一个好女婿，娇妻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好的好的，您放心您放心。好有了表演欲。想做我家女婿呢，有三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收入不能低于我家姑娘。第二点就是耐心不能比我家姑娘差。还有一点最重要，就是生了小孩一定要喝君乐宝奶粉。同意。好。来，欢迎你们上苏宁易购搜新相亲大会，爆款乳液半价抢，低价好物天天有。本嘉宾由趣约会 APP 推荐，所有家庭请就位。感谢广誉远订婚单为本场女嘉宾提供暖心礼品，做健康女人需要综合调理。